学得好。嗯，我得拿个盆子让他们放放水。他们已经在那个房间里。在那房间了。我看到张红琴去了，但是我去看一眼。有可能，好呀，你去看。洗干净。他说我不在，照样洗。来，老师来，来。你别看，洗完头发还脏呢。那你管这个？嗯。都，一般你九点前差不多就可以走了呀。九点半左右走，因为我们晚上没有出院的呀，所以不能让晚上走呀。还把那鼻子耳朵掏掏。嗯嗯嗯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你们走吧。嗯，七十八呀。七十八，你就 OK 了，拜拜了。洗了就没了啊！今天让你洗就不洗了，拜吧。